家好，我是阿鲁奥比克丘。OK， 今天呢，我就是要来挑战24小时不理我的猫，也就是不理我的 Kimoji。所以今天我要挑战24小时，全程都不要去理它，然后就是想看看我的猫会有什么反应啊。以我的了解 ，Kimoji 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爱我，非常非常的喜欢我。然后它呢，它会非常非常的伤心，非常非常的难过，甚至它呢会去屎和跳楼，因为它不希望它的爸爸不理它。哎呦，我的孩子真孝顺。OK， 所以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OK，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猫现在在哪里，看到它的尾巴吗？所以我现在要假装进去厕所，假装洗手之类的，然后不要理它，看它会怎样。哎呀，我要来洗手了！哎呦。哇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哦，我要洗手哦。哎呀哎呀，我要好累哦，我要坐下来一下。哇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哦。哇，怎么办呢？我的脚很酸哎，我要伸下我的脚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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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呀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呦哎呦，什么东西？哎呦哎呦，我不懂，哎呦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呦什么东西？哎呦哎呦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呦！现在 Kimoji 已经跑出去外面了，第一轮他没有反应，所以我们现在来 B 计划，拿出他最喜欢吃的零食。哦，哇哦，有好好吃的零食哦！有没有人要吃零食？来来，哎呀！我的零食掉了！哇、wow, 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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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要来吃啊？有没有人要来吃呢？哇、wow, 来呀来呀！哎呦，谁抢走我的零食呢？哎呦哎呦，都没有人来吃零食吗？哎呦哎呦，谁在抓我的零食啊？讨厌！哎呀，我的零食掉了呢！哎呀，我的零食又掉了呢！怎么没有人来吃零食了呢？哎呦，哦，哎呦，怎么会一个黑黑的东西跳下来了呢？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哇哦！哇，哎呦，到底是什么东西正在咬我的零食呢？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咬我的零食呢？哇哦！哇哦！到底有没有人来吃这块零食呢？到底谁来吃这个零食呢？到底谁要来吃这个零食呢？哇哦！到底有没有人要来吃这个零食？到底有没有小朋友要来吃这个零食呢？哦，怎么没有人吃这个零食的呢？到底谁要吃这个零食呢？讨厌！哎呦，没有人要吃零食吗？哎呀，我的零食掉了呢！这里还有三个零食，哇，我的三个零食都掉了呢！哇！妈的，我还是觉得这个笨猫哦，真的还是很笨，感觉我不理它，好像它好像无所谓这样。贱猫。OK， 所以现在要展开 C 计划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拿它每次吃的猫食物给它，就是每次给猫吃的那种肉给它，然后放在盘里面，拿掉它的那个肉，不要给它吃，看它还会怎样。小肥猫，你受死吧！哇哦，谁要来吃这个肉呢？哦，好香啊，跟我的佩佩一样香。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好香哦，哇，哇。好香哦，到底谁要吃呢？哇哦，哇，很香哦，呜。这个时候我是说，这个死笨猫，屁股这么臭的笨猫在吃东西。哇哇哇，你屁股动啊，你大便这样臭，赶快给我啦，臭人。鸡掰！我放那边这么久了都没有人要吃它，你这样子不是浪费了吗？这样子我就拿去丢掉吧，拿去丢掉吧，嘿嘿。
鸡掰。OK， 所以刚刚我准备了火锅，我现在在一边吃火锅，不要去理那只猫，看到那只猫会不会来给我抢食物了。我现在也我只想好好吃我的东西啊，那只小飞猫就不要管它了，管它生死啊，管它了。哇，你给你们看一下。好烫烫。哇，好吃吃。可惜某某猫不可以吃哦。哇哇，好好吃哦。哇哇，可惜那只小肥猫不可以吃。哎，小肥猫是谁啊？哦，我好像忘记了，没有这只猫的存在。哈哈哈！你们看，这是火锅肉片。哇，这个火锅肉片很香哦。哇哇哇！小心你给狗推呀！哇 ，Benny good 哦！哇哇，好吃！哇，好吃哦！哇，好吃哦！第二片火锅肉片，吃哦！哇哇，好吃哦！哇，很香哦！哇，为什么这么香啊？哇，很香哦！啊，很棒！哇，好好吃哦！哇哇，好吃哦！哇哇哇！哇，好吃哦！可惜那个某某猫不可以吃哦。哇哦！晚上等你睡觉的时候，我大便在你床上啊。OK， 大家，所以我刚刚已经冲好脸了，所以现在要准备去睡觉。所以现在我去房间，可是呢，那只小肥猫居然在我的门口。哦，你看那只小肥猫居然在我的门口那边睡觉。OK， 所以不要管那个小肥猫。所以现在我要睡觉了，拜拜，晚安。隔天早上，已经早上了。OK， 现在其实我刚刚已经去冲凉了，然后也换好衣服了。哎呦，我的眼睛很痒，哎呦，我的眼睛很痒，啊，好痒，啊啊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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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啦啦啦啦啦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那只笨猫在哪里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一样不要理它。哎呦哎呦，不小心跌倒了呢。哎呀，我的零食掉在地板了。哇，哎呀，我不小心跌倒了呢，讨厌。哇，哎呀，我又跌倒了呢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又跌倒了，哎呦，我又跌倒了呢，讨厌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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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讨厌，我又跌倒了呢，讨厌啦，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要来吃这个零食呢？小心我大便在你嘴巴。我已经这挑战我已经玩不下去了，这猫好像没有动静这样，然后好像无所谓这样。算了，我今天的挑战就到这里吧，看它太可怜了，给它吃猫猫粮，看它太可怜了，不要欺负它了，知道就好，傻逼。它的脸有白白的味道耶。在结束之前呢，我要先表演一下被猫抓的时候抓上脸那种情形。快看啊，快看啊，我不是专业的啊。来来来，嘿，喵，喂呀，喂呀，白痴。